他上二推三，来夺冠应该巅峰。斯诺特证明自己非韩第一，曾几何时，专业解说温和人判断失误，判断的那么有道理，这诡异的变化。我是一名守护者，从美德中汲取力量，守护者的真正力量，保护敌人，痛击同伴，聚一气三手剑，三叉戟。亚特特技，喝的飞龙操作也是让你出师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历史新第一人，神经病，神经病，教主是不是脑子有病吗？八个蛋，八个蛋。我们说谁谁谁赢，难道谁谁就能输？心服口服。耶，球不受控制，飞龙兽是毒奶，光三路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专业解说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八七一比七是二路弹腿，正直踢成政治化。啊！钢丝爷，钢丝爷，飞龙起点怎么说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蟑螂起点怎么说？来起来，来起来！就对方来的方高，啊！快使用三大技，酷酷发一！快使用三大技，酷酷发一！无法接受，三连招，小色蛋蛋如走，三连发。快使用三大技，酷酷发一！快使用三大技，酷酷发一！麦老爷捅马桶，猛牛一逼。为什么那么猛？智商不高。膝盖不咏春拳，谁说女人的拳法不打脸？花式修地堡，大王硬上弓。吃那么多羊鞭汤、牛鞭汤、马鞭汤，还有韭菜，然后心里面随喝你妈的光头。加麦袋，你湖的水，我的泪。咸蛋起，空空发一，快使用咸蛋起，空空发一，绝对无法接受，下人解说，挽回你的声誉，放放飞回，快使用咸蛋起，空空发一，快使用咸蛋起，空空发一，我是专业解说，神经病，对，为什么那么猛，智商不高。点火车，点火车，点火车，再点火车，不停的接狗，彰显功力。我靠，162人口，打九十人口，三矿都没有。哎呀，走远了，基地没退，走远了呀。快使用三大技，空空发一！快使用三大技，空空发一！绝对无法接受，下人解说，小色蛋蛋如走，先灭了！快使用三大技，空空发一！快使用三大技，空空发一！太老爷捅马桶，猛的吃鸡，为什么？那么快使用三大技，哼！那解说不下去了，太没有素质了。